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非实非有非无，此三句总为一切诸法，不过彼此相待相行，虽是有而实无，道体皆空。这一小段凡是解释起心论里面所说的一切法从本以来呀，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解释这个几句，这几句很重要。他将一切法的真相为我们说破了，也就是诸法实相。总为一切法，这一切法里面不仅仅说的世间一切法，除世间的一切法也不例外。世出世间合起来讲呢，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六凡是世界，四圣是出世界，他的实相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是彼此相待相行啊，相待就是相对的。从什么地方对起呢？从见相对起，因为有见分这一边，就产生相分的那一边。假如我们对于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还没有法子体会，我们可以用更浅一点的比喻来说，想象，想是见分，这一想呢就有相，那个相就是相。我们想一个人，心里就那个人的相就出来了，相待相行建立这样。我们想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的相就现前啊，想是见是一边的，相是另外一边。也许大家以为这个想象是好的，
因为你有想它就有相，所以有定功的人，我们世间人讲啊，有天眼通的人，你在那里打妄想他知道，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妄想当中现象，他就看到了，哦，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他都见到了。你睡觉在做梦，你梦里干什么事情呢？他也看到了，为什么？梦中有相啊，梦也是妄想变现出来的吧？所以你做梦啊，梦中有现象，这个旁边这有功夫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你这个做梦啊，你在干些什么？而不知道我们现前摆在眼前的，我们有身体，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森罗万象，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妄想变现出来的，离开妄想就没有一切法。这个道理很深，事情很复杂，这个华严上讲啊，无量因缘呐，不是很单纯的无量因缘。但是总的原则，都是相对建立的。我们表面看到好像有，好像存在，事实确实不存在，是当体即空啊。我们看到这个相明明存在吗？我们没有看到当体皆空吗？没错，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粗心大意，你没见到，你心里面的妄想执着从来没有间断过，给诸位要听清楚，没有间断过。没有间断，就是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没间断过啊。于是幻象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如果这个念头断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就像永嘉大师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什么叫觉呢？你的念头断了。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妄想变现的，妄想是迷执，迷执没有了啊，这个现象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有现象现前，你自己就要知道，我的迷没断呐，无明妄想没断。怎么知道没断呢？这现象在前呢，现前就没断呢，断了这相就没有了。
你有没有破无明，有没有断妄想，这东西还得要问人呐、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面前，这个事实真相，后面还有详细的说明。大智般若，亦是与彼诸法相现，名为般若耳，安可执着名色相。佛给我们讲般若，这个是佛教的名词。般若从哪来的？也是跟一切诸法相对而建立的。佛法也是因缘生的，既是因缘生法，无不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佛法也不例外啊。因此佛所说的这些名相不能执着，体会到它的意思就可以了，执着不得，一执着就错了啊！我们学佛要紧的是明心见性，破迷开悟啊！这才是我们学佛真实的目标啊！一诸就错了。这是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执着名字相，名字相是相对建立的，因为众生愚痴，佛才说般若，般若是从愚痴对立建立的，痴迷佛才说个般若。前云明了无有定法，是清我见之缘，今云破除攀缘妄想，是借我见之流。源流啊，是这种事情，像那个泉水一样啊，它的源头在哪里？这个泉水呀，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流出来的？用这个来比喻妄想执着的根源。这是无始无明。前面经文为我们说无有定法，这个是清理出我见的源头。这个地方再给我们讲啊，破除攀缘妄想，让这个源头就不起作用。那么由此可知，正因为妄想执着啊，那个无明才扩张啊，越扩张越大，越扩张越深。无明是这么起作用，一切众生从本以来不了达世界理事，唯是真如同体平等。这就是把
源流的样子说出来，也就是根本无明的现象。根本无明是什么样子？这个地方说的就是一切众生，这是迷呀，无明不断的在增长，不断的在扩张。这是讲的我们现前众生相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从本以来，这个从本以来啊，有些地方讲啊，无始以来，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这个从本以来，无始以来啊，不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不明了，不通达，设法界的道理，设法界的事实真相，不了解，设法界的理跟事是什么呢？唯一真如，理是真如，事也是真如。一如无二如啊，同体平等，体是真如，那怎么不平等？相虽然很多，无量无边，森罗万象，体是一个，真是古德了，从比喻当中为我们说出。譬如一经作气，气气皆经啊，这个经的气名可以有无量种啊，各个差别不一样啊，但是它的体质都是黄金，没有两样，所以从体上看平等的，从相上看也平等的，相都是金吧，不管变成什么样子都是黄金的相啊。一般人呢，有的时候讲体平等可以接受，那相怎么平等呢？相怎么不平等啊？你着了相就不平等了，你在这个相上起分别起执着就不平等了，不着相呢相平等啊，你的金着啊，金手着那是金的相啊，啊金耳环也是金的相啊，都是金的相啊，怎么不平等？如果你起分别执着，手镯不是耳环，耳环绝对不是手镯，那你是着了那个相分了。不着相分，通通是金之相。体是黄金平等的，相都是金之相，那还是平等的。相也平等。理事都平等，我们现在明了，在这个里面起妄想起执着，这个妄想执着啊，念念相续，它不间断的，那个妄想执着的念呢，虽然很短暂，它前面念头灭了，后面念头就生了，念头生灭不停啊，生灭不住啊，
这个事情麻烦了，它不能断掉啊，未曾理念啊，前念灭，后念就立刻就生，没理念，未知无时无明啊。这一段文非常之好。这个第十二段、十三段，这两小段，把无始无明的样子、无始无明的来源为我们说出来了。文字不多，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学佛，尤其是初学佛，这个无始无明的，很不容易搞清楚，很难呢了解这个事实，难得这个小注里头说的这么详细，这么明白，用字不懂。如果没达到这个境界，说实在的话，这个话说不出来呀，不容易。经语返本还原，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返本还原。为的就是明心见性，为的就是召回自己呀。宗门里头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学佛就是为这么一段事情，要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那个是自己的本人呐，这个意思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要把自信找回来，那就成佛了，这叫做返本还原。故必须从根本解决，这是最直接的、最聪明的、最为第一的，不从枝叶，从根本啊。根本我们现在晓得，根本就是妄念，现在要直接从根本上下手一段起念，把那个妄想执着破掉，断妄念了。知道这个方法的人很多，不但宗门知道，教下的人也知道。可是怎么样？难在难在。真难呐、这说得很清楚、你试试看，你把妄念断掉，你断，看你断得了断不了。不但断不了，我是越断越多，不断好像我还没有妄念，这一想断妄念的，这妄念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难了，真难呐！因其难也，故佛为说
种种方便法门，令其随顺得入。啊，就是因为太难了，所以佛给我们说了84000法门，佛为我们说了无量法门。这些法门干什么的？都是断妄想杂念的。啊，这一点呢，诸位必须要知道啊。你要不知道这个原则，说老实话，你就不会用功啊。你用功往往就用错了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无论在家出家，一入佛门就教给你啊，持戒第一了，为什么叫你持戒呢？把持戒当作第一门功课呢？它重要，因戒生定，你不持戒你就不能得定，因定开慧，就开悟了，就悟入心性了。啊，你不得定你就不能开智慧啊。啊，于是大家呢很认真去持戒，戒律持得非常精严，能不能得定？不能得定。啊，为什么不能得定呢？他观念错了。他分别戒律，执着戒律，要把分别执着破掉才行吧。啊，你用分别执着去持戒，你怎么会得定？戒律持得再好，他所得的是人天福报，有漏的福报，他很善良，不作恶业，他不能得定。为什么不能得定？诸位要念念坛经就晓得了。六祖大师说得很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一般人把个意思弄错，持戒是自己持戒，没有叫别人持戒。我自己守规矩，没有叫别人守规矩啊。我持戒，哎，你看他都不持戒，那个又破戒，他心里能定得下来吗？他怎么能得定啊？他不能得定啊，不但不能得定，自己修的是不错，持戒了，起心动念都不善。你看这个破戒，那个造罪业，你是糟糕不糟糕吧？心还是被境界转了，不是为好境界转了，被坏境界转了，这就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持戒。佛讲持戒没错，我们这个持法的什么？哎呀，三世佛见了都摇头啊！你把我的意思搞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戒叫做清凉啊，谁的清凉？自己的清凉啊！特别知道的。小乘的戒在相上，小乘是论思不论心，小乘戒比较容易持，完全在思想着相，小乘修行相当困难。大乘戒在心地，论心不论思，在心地
心地清净，所以他容易成就定慧。跟小乘比较起来，大乘是接近的，修行的经路啊。那么这就是佛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因为一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哪一个人适合于哪一个法门，只要适合于他，所以叫契机，就很容易成就。修学一个不契机的这个法门就非常困难。这种例子大小乘经上都说得很多，所以法要对机，若不对机就很难得效果。那么底下紧接着哪一种法门让我们也能随顺而如果，下面一定要说到，不说的时候那就很对不起我们。起心论语，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真的说不出来，真的是一怎么说二才可以说所以诸位要只要记住，说也是相对相行的没有相对相行的就说不出因此言说相不可以执着要立言说相，那个道理就在此地。问曰：若如是意，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如意？说都不说，我不能说了，你怎么能叫令一切众生呢？随顺而得如啊，就是真如。怎么能一切众生呢入这个境界？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无有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这几句话是起心论上的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为什么呢？我们把随顺这个意思也搞错了。我们这个随顺呢变成什么？随便了，那个不行啊，那不是随顺啊。你看看人家说的这个随顺的标准，什么叫随顺？用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从来没有随顺过啊。虽说无有能说可说，心里头绝对没有分别，有能说有所说，没有这个念头虽念呢也没有分别，有一个能念所念，没动这个念头这个虽念呢，譬如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天到晚阿弥陀佛确实没有停过一句接着一句念呢，心里面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我能念阿弥陀佛是我所念的，从来没这个念头，这叫随顺
诸位要晓得，能够这样随顺呢，你的念佛功夫那叫理念，你念的一心不乱是理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了不起的功夫啊，这是讲在念佛上。如果用在其他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虽念呢，无有能念可念，这个可念就是所念啊，无有能念，无有所念，这个修行的功夫就得力了。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在这个里面成就了啊，这种成就比念佛难啊。为什么难呢？念佛呢，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确实我是能念阿弥陀佛，是我所念，我一天念几千声佛号，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确实又能有所，又能有所搞其他的法门，不行，你还是凡夫啊，你不能坚信，你不能超越三界。我们念佛这个有能念有所念呢，照样往生，叫待业往生。诸位要知道，这个能所不断能成就，只有净土这一门，除这一门之外，你找不到第二门。这一门呢，那真是把我们救了。我们离开这一门呢，说老实话没救啊！啊，离开这一门呢，你一定要做到能所我双忘，你才有希望啊！只要有能有所啊，你就没希望了啊！这一生呢，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了。若立于念呢，名为得入。那么由此可知，随顺呢，实在讲就是立念，立念才随顺呢，有念随什么顺呢？这是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把随顺两个字的定义给我们说出来。由此可知，他这个境界实在是高。心虽无法，这是真的，真心确实无法，一法不离了。我们佛门里也常常有这么一句话，佛事门中一法不离，就是清净心中啊，一法不离了。二法从心生，十法界生罗万象是从心生的，心是体，十法界一真庄严是相啊，从体起相，相从心生啊。相虽然无量无边，体是一个，因诸法一如啊，故不可说。
疑就不可说了。因真心无念呢，故不可念；有念就是妄念了，所以必须念无能所，那就是无念。念而无念，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这个话就很难懂了。那么刚才讲了，性跟相是一不是二，性跟相是一不是二，你懂吗？如果再不懂的话，精跟气是一不是二。我懂了，精跟气是一不是二。知道精跟气是一不是二，性相就不二了。无念是性，念是相啊。无念跟有念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道理比较深一点，要细心去体会，体会得了受用无穷啊，我们才真正的自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受用。也就是说，经论上讲的随顺随喜，我们懂了，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做到了啊，就过佛菩萨的生活，过佛菩萨的日子啊。你要是不懂不明了，那么我们过的是凡夫的生活，凡夫的日子啊，这个日子不好过。佛菩萨的日子得大自在，那么知道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呢？这就是真理，这就是自信。宗门所讲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什么样的境界，是怎么回事情？很少人清楚，也很少人跟你讲啊。我们这个机会不错，在这个地方看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样子。说一个总结的话，万法一如，所有一切相对的到他的面都圆融的，所以说都回归到自性。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真妄一如，真妄不二了。为什么呢？真是体，妄是相。真是理，妄是思。体相不二吗？理思不二吗？
正妄就不二了。从理事不二里面呢，又出现了一个事实真相，事事都不二。华严经上讲的事事无碍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一真法界的现象。从事事无碍上我们明了了是非不二，邪正不二，那个不二也可以叫一如啊，是非一如，邪正一如，那看看更微细啊，更透彻。诸位要晓得心里头啊，决定没有丝毫的妄想、分别、执着，才一如，才不二。稍稍有一点执着，有一点分别，善决定不是恶，恶决定不是善，邪决定不是正，正决定不是邪。为什么？你有分别，有执着，那就是二了，不一呀。啊，万法不一，心到清净平等的万法不二啊，不二就是不一样，你懂不懂啊？你能在这上透过啊，你就有受用。如果要不会吗，老实念阿弥陀佛。念是一时，体心并无实事啊。这个念想就是起心动念，不管你动什么念头，只要有念，就是一时。一时是什么呢？阿赖耶识的三细相，第一个无明业相啊，这个念呢，法相宗里面所说的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这个念就是不觉，就是无明啊，所以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业相。无明也行，心体里面确实没有啊，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念啊，没有起心动念啊。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呢，跟真心本性呢没有关系。啊，就好像呢，阴天。云彩很多很浓厚，把太阳遮住了，哎呀，我们看不到太阳啊，这个很厚厚的云层呢，就像夜视啊。那个太阳上确实没有云层的，没有云彩遮住，这个云彩跟太阳不相干的，就是这么个道理。此名虽业识分动，而性尽自如。啊，这就是说明白，业识不管它怎么起，不管它怎么动，啊，就是无论它怎么样的活动，与真心、与本性都没关系。啊，能大师曰：“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向他的老师提出报告，说出他的见地，他真的见到了清净心
本性里面本来就是清净的，从来就没有染污的。五祖忍和尚同意了他这句话，对，没错，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过，就像太阳一样，从来没有云彩遮住过。我们今天心性不能现前，被无明烦恼障碍住，这是我们现在的现象。无明烦恼是个什么东西呢？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就是一念一个妄念啊，它不是真的。可是这个妄念如果继续不断呢，它就起作用，什么作用呢？障碍了本性，本性的作用不能现前，它起这个作用。我们看看这个无明妄想无明也是，或者叫一念无明，它是什么东西？这一桩事世尊在《楞严经》上也讲得很透彻，但是《楞严经》的文字深，这个地方浅他这个一段写的是真好，我们没有办法不佩服楞严那一段看不懂啊，看这个看懂。当知念之为无，当初起当初灭，刹那不停这就讲了，一念无明是什么？一念无明的真相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这个当初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实际上是极短暂的时间，短暂到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思维这个经常世尊做比喻，凡是比喻只能比喻一个大概，没有办法比得恰好比喻里面所说的我们就无法想象。佛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命我们平常弹指弹快啊，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乘九百，正好两个十万八千，一秒钟啊，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命，这是无明啊，这叫妄想啊。所以那个妄想不要想错了，我一听到胡思乱想叫妄想，哪里是这个佛讲的？不是这个，这种妄想太粗了。佛讲的这个妄想啊，是一刹那里面九百生灭是真，你根本就不晓得，谁知道
这个现象。所以当初生当初灭刹那不停，这个是他的现象，是他的样子。病在前念灭，后念又起，念念相续，麻烦就在这里。十法界六道轮回是这么变现出来的，他这个妄念不停呢。当初诸生当初灭尽啊，他前面念灭尽，后面他又起来了，刹那九百生灭。为什么会有十法界不相同呢？十法界是讲大的呀，细说每一个众生都不相同，每一个现象都不相同，这就是那个念头在变呢。它要不变呢，那不都相同了吗？生跟灭都相同了，它会变，这一变呢就不相同了。这就是世尊在大经上讲的无量因缘，因为无量因缘现的无量的现象，这现象不相同啊。我们讲堂坐的这么多人，没有看到两个人的面貌相同啊。为什么不相同呢？念不相同。念要相同呢，你两个人的面貌一定相同，相就相同吧。什么人的面貌相同呢？佛的面貌相同，因为佛没有念嘛，所以现出来的相都一样的。菩萨的相很接近，但是还是不相同。为什么呢？菩萨还有一念生相无明未断，那一念生相的时候彼此也有差别，所以菩萨的相大同小异，罗汉的相就各个不相同。为什么？罗汉无明未破，只断见思，无明未破，所以他那个念的差别很大，罗汉的相貌各个不相同，何况凡夫呢？道理在此地啊，念念相应啊，所以啊，实实在在讲啊，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讲明白，就是刹那九百生命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啊，或者叫连续相啊，这就是我们眼前摆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刹那九百生命业因果报的相续相，真的是当时皆空，了不可得。你要认为真有，你错了。所以《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要这样做了，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受持不着名字相，不着言说相，不着心缘相，心里头干干净净，一法不着，这叫受持啊。我自己受持，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那叫言，
别人来问我，跟他说明叫说，像受持也说啊。那就是真正的修般若了，真正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真修了。诸位要听清楚，叫你不执着名字相，不是没有名字。叫你不执着言说相，不是没有言说。叫你不执着心缘相，不是没有森罗万象。必须在境界里面明了不二。经上常讲的懂得回归自信，这才叫真正修般若心。这叫大乘。我们不明了这个真相，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我们怀疑。不知道佛为什么要教我们这样做啊？譬如刚才我举念佛这个例子，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断，手上掐住不断，心里头呢，绝对没有能念所念这个念头。能所两边都离了。我们阿弥陀佛句句不停，不着非法相，非法相是空相，不着空相，心里头又若无其事，能念所念都没有，不着法相，法相是有啊，非法相是空啊，你看正在念阿弥陀佛，一听到完念阿弥陀佛，空有两边不住，这个叫真会念佛啊！刚才讲了，这叫理念啊！往生的时候生十报庄严土，着相念，有能念有所念。愿心恳切，信心坚固，愿心恳切，生凡圣同居土，都能往生啊！这个后面讲到啊，随灭随起，并无实物，幽知空化。幻有手啊，这个实在讲啊，不仅是讲理，理里头有四啊，就是眼前的现象，说得亲切一点，我们的身相，我们日常生活周边环境的现象。这个环境不外乎人事的环境啊，跟我们往来的人，物质环境啊，我们衣食住行的受用是什么呢？就是念念相续，随灭随起，没有东西啊。又如空花，空花，佛在经中常常用这个比喻，空中确实没有花，
什么时候看到空中有花呢？眼睛害病了，就看到空花了。啊，诸位害过眼睛的眼病的人呢，就有这个经验，啊，看到空中会有花，看到灯上呢会有个圆影，啊，眼睛害毛病的时候就有圆影，空中就现花。啊，好眼睛的人看不到，空中没有花，灯上也没有圆影。这就是说明假的不是真的，你看错了，是你的幻觉啊，幻有手啊，啊，幻觉好像是有，实实在在没有啊。所以诸位要想，实实在在讲没有这个身，不但没有这个身，也没有这个心啊，我们起心动念的心没有啊，起心动念心呢，是八十啊，啊，五十一心所，八十五十一心所，假的，不是真的，啊，这都是有为法了。《金刚经》后都讲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不但这个身没有啊。我们能够思维想象起心动念那个心也没有，这跟你说的是真相，跟你讲的是事实啊。你现在生活的这么痛苦，活得这么可怜，原因在哪里呢？你把这个幻有不实的东西当作真有，你无量无边的苦恼就从这个地方生的。你看你冤枉不冤枉？这本来没有的事情，天天在打妄想，天天在过这个苦日子。你要豁然明白了，那你就得大自在了啊，这才晓得事实真相了啊。然后你在这个世间呢，哎，天天玩耍，天天游戏，游戏神通啊，快快乐乐啊，啊，永远没有都没有苦了啊。为什么呢？你过的是一如不二的日子啊。一如不二是诸佛与大菩萨的生活，你把你自己提升了，过佛菩萨的日子，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故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所以念真的没关系，因为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法。知道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就绝了。所以念不怕，怕你不绝啊，绝了你就是佛菩萨了，不绝你是生死凡夫啊。就在这一念之间啊，众生跟佛的差别一念之间啊。归云无二，方便有多门啊。归云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彻底明了事实真相啊。只有一条路啊，确实没有二路。这一条路是什么？理念而已。刚才说了，这个理念难啊，难啊，太难了，所以佛开了方便门了，为我们开八万四千法门，为我们开无量法门。在无量法门里面，念佛一法，又为断念方便之方便。
一切诸佛赞叹这个法门，不是没有道理啊，不是随便赞叹的。诸佛如来智慧已经究竟圆满了，他哪有随便赞叹的，哪有错误赞叹的。他说的话决定真实，这才晓得念佛了是所有一切法门里头第一法门呐！啊，它是断念方便之功力。所以说是究竟方便，彻底方便。它方便在哪里？不念他念而念佛，这就是方便的方便。意识转换一个念头，他没有断念，他把念头转了，所有一切念头我都不念了，我就念佛。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念什么就现什么，念佛就做佛了，念菩萨就做菩萨了。这个十法界刚才讲那个相上的变化了，无量相变化，变化的因呢就是念头，因为念头不同啊，所以这个相形象不同。他专念佛，他就变成佛的相；啊，念菩萨就变成了菩萨相；念贪呢，就变恶鬼相了。啊，恶鬼是兼贪啊。啊，念嗔恚，念嫉妒。就是第一相，念愚痴就是畜生相，念什么就现什么相。所以念佛是把念头转到第一殊胜念佛，而念佛更是坐观清净，宗门教下法门无量，总而言之不外止观这个原则。念佛比修止观还要来得亲切，我想下面说该做观呢，可说是智念啊，修止观，修禅定啊，禅定是般若，这一点诸位同修要知道，中国的禅宗所修的是般若波罗蜜，五十六度里头的禅定。你看六祖大师在禅经里面一开头就说出他的宗旨啊，大众总修般若波罗蜜多，一开口就说出来了啊，中国的禅宗是修般若啊，所以禅宗以金刚经印心，依照金刚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的。
所以这个止观是智念啊，把念头啊转成智慧了。一切言说相、名字相、境界相，它都不住，不住是智慧啊，所以它是智念。念佛是净念，念佛不是智念，是净念，是换一个清净念啊。一直向来染着之念，我们过去这个念头是污染的，是不清净的，用这句佛号把一切杂念染念都换过来，变成净念，所以这个法门叫净宗啊。一心念之，念佛的秘诀就是一心称念，一心是秘诀。怎样得到一心呢？这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的，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不夹杂，第三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净念。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那个净就是不疑不杂，相继就是不间断，就成功了。又是以纯疑之念，智向来杂乱之念，这个智是对智，把从前那些杂乱的念头啊统统改过来了，改成纯疑之念。所以他清奇，所以这个法门殊胜。佛者就言，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要从字面上的翻译，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要从字面上翻成中国话呢，这阿弥陀佛就翻成无量觉。念念是佛，即念念是觉，无有一法不觉。觉者，觉其本性本来无念也。觉个什么？觉悟到本性本来无念，本来不然，本无分别执着啊，这本来无的，那你就真的觉了。你还有分别执着，你没觉啊，你还在迷呀。即使在一切法里面都没有分别执着，我们常讲的你真的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不再分别了，不再执着了，你就了。故曰更清切，
这个更新期到这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确实比智念来得清晰，也就是说比止观修止观比修禅来得清晰高明。法门如是的殊胜多少人错过了啊！你要问为什么错过，他不知道，不识货啊！金刚宝石从眼前过，把它当作碎玻璃呀，没看在眼里，不知道那是无价之宝啊！啊，真的是当面错过，非常啊可惜。念佛功夫虽未能做到念而无念，但能行愿真切，让弥陀悲愿力戒引往生，便同阿毗跋致即是圆初度地位。这是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道理就在此地。修其他的法门，无论修哪个法门，一定要到念而无念才得受用，才算是成就。念跟无念还是二，不是一，你就不得成就，你就得不到收益。换句话说，你过的日子还是生死凡夫过的日子，你不是佛菩萨。如果你真的到念而无念，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了，那恭喜你，你过的是菩萨的生活，是佛的生活。那个没有话说。在凡夫啊，真难呐！凡夫起心动念都是妄念，都是分别，都是妄想，都是执着。理摆在面前做不到。念佛这个法门行，没到这个功夫，没到这个功夫待业。只要你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我真正相信，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都，那个地方真的有极乐世界，真正有阿弥陀佛，真正有许多念佛人都到那里去往生了。我真正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啊！心去做，我愿意去。我愿意舍弃先前的六道轮回，我愿意舍弃先前的十八界，要有这个愿呐！你看有很多人学禅，禅说明心见性。又有些人学密去了，寄身成佛，这是什么呢？十法界放不下了，明心见性、寄身成佛都在十法界。净宗的眼光远大，
气宏伟呀，设法界叫我做佛做菩萨，不要，我都把它放弃，我都不要，不稀罕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去见阿弥陀佛。所以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了。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你有那么一点财产算什么？你的财富能够跟大梵天王比吗？那太远了。大梵天王你看看经上讲的，一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他做得到吗？他有啊。你有多少七宝啊？啊，银行保险箱那么一点点大，我看装一箱就不得了了。那算什么？人家这个七宝大千世界来装啊，都放得下了。啊，你迷那么一点点就太可怜了。一定要统统放下，放下了，那你就得阿弥陀佛了，本愿威神的加持，佛力加得上了。你不肯放下，抗拒，佛力想加持你，你障碍了，佛力加不上了。统统放下，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戒因往生。你的功力要好，这个戒因往生随时可以去，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可以去了，不一定要等命中啊。啊，随时能去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你是待业往生的，前面讲念而无念的时候没有能够融成 一体的，没有这个功夫吧。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就把你提拔到阿惟越智菩萨啊，此地讲的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什么样的菩萨呢？圆教初住地位，圆教初住就是别教的初地呀。姜维农居士这个讲法，我并不赞成。为什么呢？因为他讲那个地位太低了。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还有推断呢。阿毗跋致是不退转啊，不退转应该是什么菩萨呢？八地，八地菩萨叫不动地了，永远不退转。所以阿惟越智就阿毗跋致是一样的啊，阿毗跋致是弥陀经上说的啊，阿惟越智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意思都一样。翻译的不相同，切地菩萨的话，那赞叹没话说啊。所以我们从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应当肯定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七地以上的意义。这个话不是我们。没有理由啊，随便在这里推想，
因为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48愿，48愿里面告诉我们，十方世界众生增到西方极乐世界，相貌跟佛不相同，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地质相同，皆是慈母金身色，相貌相同，一切受用相同，智慧神通道理相同，居然跟佛差不多啊！你要晓得，初地菩萨跟佛是差太多了，7地8地跟佛差不多，我们点头相信啊，真是差不多了，靠得很近了，初住差太多了。这是我们细细去想，我们根据经典，世尊灭度之前为我们后学设出四依法，依法不依人，我们依法无量寿经48愿，无量寿经这是法，根据经典里面所说的，不像是圆初住，真的很像是预言教八地菩萨，他的一切的那跟佛就差不多了，这个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待业往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这样子。这个我在讲堂上多次跟诸位宣讲，绝对不是自己能力，是享阿弥陀佛的福，阿弥陀佛把我们提拔上去享福，如果不得阿弥陀佛神力加持，我们自己往生是什么地位呢？原叫初信的地位，这个要知道，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圆教，那个地方最低的地位是初信位的菩萨，凭自己功夫去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圆教初信位的菩萨，所以是初信位的菩萨，阿弥陀佛拉一把把我们拉到八地菩萨那去了，这个要知道。所以到那个地方，阿惟越致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48愿加持，这个便宜占大了，真正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无量法门里面通通没有啊！你去查大藏经，你查不到，唯独这个法门。所以他是无比的殊胜，得一切诸佛的赞叹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相信这个法门，发愿修学这个法门，这的确是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成就。如其不然，你决定不能信受。凡是神修，这一生当中就往生的，都是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成就了。我们往下看，如修套法，至此地位。续经9愿戒律，这句话是真的。你要是想修其他法门，
要修到圆教初住，别教初地的地位，你要经历三大二圣期间。三大二圣期间从哪一天算起呢？从你证得小乘须陀洹果那一天算起。没有证须陀洹果以前所修的通通不算，要加上以前所修的，那是久远劫数啊，不止三个阿僧祇劫。这是说你修别的法门呢、到这个地步难了、太难太难了、你修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啊，尽一生办到，其为方便之方便，更何待也。所以诸位同修，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大乘佛法门门都看到了看到之后怎么就有个比较了门门看到之后啊，你才会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不但身心世界放下，连佛法也彻底放下。过去莲池大师明白了，看出来了。所以他老人家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物，他不要了，经教放下了，八万四千行啊，饶于别人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放下了，你们谁要修，你们去修去。经教法门通通放下了，他老人家最后以什么呢？一部《弥陀经》，一句阿弥陀佛。这是彻底觉悟的人，究竟觉悟的人，他才肯这么干呐！不是真正究竟彻底觉悟，他放不下了。这个经还不错，那个法门也很好啊。于是乎，虽然念佛，又怀疑又夹杂。怀疑弥陀经不如华严，怀疑弥陀经不如楞严，怀疑念佛不如参禅，怀疑念佛不如念咒，你看疑心病啊。这里就有夹杂许多，结果的时候一样也没成功。什么也修也修不好。所以诸位要知道，自古以来世出世法成就都在专精。你要想成就，你要是不以这两个字，那就难难难。依照这两个字去做就不难了。要专要精啊。我等信闻此法，岂可蹉跎交臂实施啊？这是讲居士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我们能够听到这个法门呢，实在是大幸啊！这个没关系，居士。在《无量寿经序文》里面引用彭济卿的话，
说，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这不能不珍惜。这个地方信闻此法，就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逢到了，怎么可以蹉跎？蹉跎是犹豫不决，不能够肯定，斩钉断铁，我们要智取啊！然行愿真切，必须一心在念佛求生上，方能为之真切。真切要有行动表现的，没有行动表现不行的。这个行动就是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除此一念之外别无二念。若有别念，那都是大现场，那都是业障，都是魔障。用什么方法消除业障跟魔障？一句阿弥陀佛，专念呢就消除了，不专呢就被魔障障碍。所以念佛人于断念一尘，纵令为一半道啊，这个断念跟其他法门一样，那是圆满的成就啊！因为我们做不到啊！我们的念没断啊，而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这两句务必要做到。这是真的，你要做不到不能往生，一定要做到。昨天有个同修来告诉我这个苏医生呢非常之难得前几天帮助一个老太太念佛往生这个老太太年岁很大，有90岁孤苦伶仃他在病危的时候念念当中舍不得他有一栋房子所以就是全在放下，这一放下呢不到10分钟就往生了所以对这个世间丝毫贪念都不行有一丝毫的贪念呢就不能往生房子放下了，不要说房子我要交代给什么人，那就糟了。管他什么人了，不要去理会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谁拿去多好啊！不要说我要交代这个人那个人不可靠，那就完了。你这一生就完了，你还是放不下，还是打妄想什么都不要想彻底放下。你看一放下，感应就现前。他就见到西方三世，真正不可思议这个老太太一生没闻过佛法，临终才闻到，跟第18愿讲的完全相应临命终时一念生念往生，这临终遇善知识善知识一开导，他就觉悟，他就接受，他就听话念佛西方三世马上修行，证明了第18愿是千真万确所以此地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了，就是指我们
六根所接触的对象啊，六根所缘的对象啊，统统要放下，你的心才专啊，才静啊。有一样放不下，你是生死反复啊！你那个样子像是在学佛呢，其实你没有在学佛，你还是学生死反复，你还是在学六道轮回。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两句话是《金刚经》上的啊，《金刚经》上在大原则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住怎么讲话呢？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我心里头不染着六尘，心里干干净净。而生其心呢，就生念佛之心啊，生专念阿弥陀佛之心，那你就成功啊。所以这两句啊，务必要做到啊。这个江居士的语气非常恳切，使我们感动啊。念佛真是功夫，真是受用啊，如是如是啊！你念佛的功夫得力不得力？你有没有得到受用？就在这点上，你还是要着相，还是放不下？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也不得受用。这个不得受用啊！念佛的好处你没有得到，念佛的快乐你没得到，念佛的自在你没得到啊！真正得受用啊，法喜充满啊，真的是自在快乐，智慧充满啊，那怎么会一样啊？妄想是众生五十来之病根啊，万不可强制，如其强制，凡伤元气。这是修行人不能不知道啊，参禅。方法不恰当啊，不但不能得定，反而发生障碍啊，这个障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着魔了啊。为什么会着魔呢？勉强去断烦恼。说实在的话，着魔的人都是真用功的人，不是真用功的人绝对不会着魔。着魔都是真用功，真想断烦恼，真想成就啊，他不晓得道理，不懂方法，盲修瞎练，他搞错了。所以烦恼无始劫来的病根，不是一下就能断得了的。所以你要懂得才道理，要用方法来调和，逐渐逐渐去减少，啊，不是勉强一下能断得了，那就坏了，啊，
一定要出事情。因妄想的是本心之作用，这妄想是念，念从心起，不过错用了，所以成病啊！我们常讲啊，你错用了心呐、啊。错在哪里呢？错在分别执着。若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啊，那个心就用对了，就不错啊。前面跟诸位说，理思不二，你的心呢用对了，理不是思，是不是理，你有分别有执着你就用错了啊。心相不二用对了，心不是相，相不是心，你用错了。错在这里啊，如果用宗门的话，错在不知道回归自性啊。一如不二就是回归自性，能这样用法，会这个用法，这是佛菩萨。佛菩萨就是用的这个心，不会用的一切法当中起分别起执着，是反复的用法啊，用错了。这个错了啊，所以成病啊，参禅得了禅病。念佛也有着魔啊，念佛一般讲着魔比较少，但是不能说没有。我过去在台中啊，李老师告诉我啊，在我没有到台中之前的两年，李老师曾经在台中打过几次精进夫妻，精进夫妻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个人。超过十个人呢，主持的这个师父啊，这个精神能力啊，照顾不到啊，所以那是小班制的，每一个人用功的情形，他都要照顾到，他都要观察到，他功夫得力不得力，到什么程度，这个主持师都晓得。人太多了他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精进夫妻的人数啊不能超过十个人啊，他自己知道啊，其中还有两个人着魔，就是用功不如法，就是私底下的强制断烦恼，搞出毛病出来。那么李老师慢慢地给他调整，差不多一年他才恢复正常，以后再不打精进夫妻了，他不敢打。总不能说好好的一个人到这儿念了七天佛就变成神经不正常回去了，那怎么能对得起？不用功的不会，真正用功的会出毛病啊，真正用功不如法啊，
你看老师在旁边指导，稍稍偏差一点都出事情啊。我们现在打夫妻绝对不会出毛病，夫妻法会热热闹闹的，欢欢喜喜的啊，一面念佛一面是乱七八糟胡思乱想，这个不会出毛病。真正用功念佛不一样啊，念佛堂情形不相同啊，所以总而言之，决定不要勉强，决定不要是做刻意去压缚烦恼，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么就是，只要依照佛法将其转换过来，就是把这些杂念妄想啊转过来，这就好了，不要去断它，把它转过来，你要去断它呢，麻烦就来了，一转呢，什么事都没有，归到智念，这个智念是用参禅的方法，持咒的方法，直观的方法，都是转成智念。我们念佛呢是转成净念，念不要紧，不管它什么念头，念头也起来了，阿弥陀佛，转到阿弥陀佛上去，这就好，不要去断那个妄念，换句话，那个妄念理都不去理它，第二句就换成阿弥陀佛了，这不会出事情，这个是稳稳当当，久久自然无念呐，时间久了不要着急，有很多人呢念佛着急，念了三四年了，说法师呢，我怎么还不得一心呢？他来问我念了三四年，还不得一心，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得一心，你别指望。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念着要得一心，这个妄念存在里头啊，你要得一心不能又夹杂一个我什么时候得一心，你不糟糕了吗？你的一心怎么能得到的？真正想得一心呢，得一心的念头没有了，念久了自自然然得一心，所以不能掺杂夹杂有个什么求一心的念头，那就坏了，不可以有的，是久久自然无念，这个无念是妄念没有了，分别执着这个念头啊没有了，便是平等心智妙观察之，这个时候你真的功夫得力了，真的功夫成就了，转世成就。转烦恼成菩提，转烦成圣的，你的功夫不但成就啊，也可以说达到圆满。这样念佛往生，刚才讲了，你是生十报庄严土，不是凡圣同居土。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你才是阿弥陀佛的，你真的变成阿弥陀佛了。是你真的功夫成就的，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最低限度是真真实实的圆通。